congratulations for your silver medal. Thank you. How was the press with the French public? 他说那个法国的观众给你压力怎么样？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氛围，然后法国的观众都特别的热情，然后今天这个决赛是这样的结果，的确很遗憾，不过在打决赛之前，我的确身体状况可能有点问题，然后我的肩部受伤了，然后当时我的教练、我的团队都不太支持我参加这场决赛，但是我觉得中国需要一块金牌，所以我不能放弃，我一直坚持着，然后我觉得我还是尽力了，真的。How did you prepare mentally for the final? 你怎么准备，就在你的精神上怎么准备的？就是为这个决赛，你精神状况是怎么准备的？其实我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一直在斗争，我要不要参加这场决赛，因为我的确是这个肩的确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一直在做思想斗争，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中国需要一块金牌，所以我要尝试一下，我必须要战胜这个，我不怕伤痛，没关系，即使它痛我可以忍着，没有关系的，我就希望可以为中国出自己的一份力。So you are the very top of karate. From tomorrow, what are your plans for the future? How are you going to?Prepare yourself for next competitions, or what do you do after such a big competition as this one? 就是在这个比赛以后，你对你的未来、你的将来有什么打算，或者将来的比赛有什么打算？我依然会继续从事空手道的运动吧。因为现在中国的空手道从他可能接触的比较晚，从起步到现在只有5年的时间，他现在是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所以作为我来说，我肯定会继续从事空手道事业，然后支持中国空手道事业的发展的。Okay, congratulations. 谢谢。Thank you.